坏蛋小号游戏。好，我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陀螺，旋转陀螺哈。来吧，也可以花电的，因为加上了这个，电子器。来吧，现在地板上挖这个洞。小朋友，小朋友很多。来放三个，你们随便放都可以。我放三个 ，OK， 来试一下。Nice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面小朋友，拜拜。